要给我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说话呀！我是啊，特别好吃，有没有？特别好吃，有没有？干什么呀？我吃了，感觉不是特别好吃。我把我最珍贵的、最好吃的东西，就新疆的奶疙瘩，和我而且就这么一小罐，然后我一口塞进去，那个其实蛮炸的，差点晕过去。哇，好吃，一口吃，特别好吃。